幽魔王，暗魂是条不归路，真正的你绝不会这么做的。都给我死！地势天意和从前不同了，你难道没有发现？不想再听到这种话了。我这个丑八怪真的是恶了。原来呀，反叛天界之罪你是洗脱不了的。来，让本天王见识一下你真正的实力吧。孙悟空，前面就是你要去的地方。先生，还不能放下。